Hello， 大家早。今天是8月10号，星期三，天气依旧是晴天。昨天去整理了水源以后呢，水源的源头呢，的确有一些塞住跟断管。做了一些处理以后，应该可以再撑一段时间吧。但是如果还是不下雨的话，问题也是颇为严重。那今天主要呢还是巡视农场，观察一下鲜菜跟小白菜呢，是不是能够顺利发芽。那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呢，可能就会做一些松土的动作，准备再种一些其他的植物。毕竟这个七月份呢，种植的蛮失败的叶菜类呢，进入八月中旬以后呢，应该就开始逐渐适合种植了。这是今天想做的事情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。这是我们菜园子播种的苋菜跟小白菜。那今天来看，它已经顺利的发芽了。那这意味着呢，这个时间点呢很重要。种对时间呢，其实真的是事半功倍。那这是我们的实验菜园子二的情形，是苋菜跟小白菜。那今天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芋头，芋头今年长得特别的好。那我在想，今年应该不会让我失望，因为女主都在笑我，这个芋头呢，这个长得不是挺好。但我看起来是还不错。那我明年呢，今年八月可能会种芋头呢，直接种在民主的花园里面。那这个是我今年预计要做的，因为那边离生态池比较接近，水呢的取得比较容易。这是我今年预计把芋头呢拓展到民主的花园那边咯。这是我们的长豆。那今年的长豆呢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兴奋。我第一次种长豆，可以种到开得如此的茂密的长豆，一条一条这样吊着，煞是美丽。这可能是我这个假日农夫呢，半农以后呢，第一次呢看到长豆长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也可以知道长豆应该在适当的时机种呢，才会有比较好的成果。这是我们家的长豆咯。这是我们菜园子四的生长苋菜的情形。这已经一个礼拜了，感觉效果还不错，长得还算不错。应该讲说针叶已经陆陆续续的出现了，所以很快它就可以成熟了，那可能还要两个礼拜左右吧。那这边的苋菜呢，可能就陆陆续续的采收了，因为这个是上一次七月的时候播种的，那现在呢可能就陆陆续续来给它采收，尤其是比较高大的，免得太老了。OK， 那前面这边呢，是我们的番茄。那番茄的部分呢，可能即将结束。那结束以后呢，接下来可能就是种一些四季豆吧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菜园子四的情形咯。